为什么要来跳舞？跳舞较早敢那道场真少嘛吼，但是祖师伫龙年迄年有特别来慈悲啦吼，伊慈悲来写一首偈，伊讲龙飞凤舞，咱平时何谈来？何曾啊吼？何对不对？咱何曾何谈来？诸位贤贤，龙跟凤属于天上的神兽，如不是太平年，不随便来到人世间。逐渐，咱今日来到咱的道场，来到咱的现场，龙甲凤来到咱护持。做咱的护法神，你有尊贵无？逐渐，那无护法神，台湾袂遮平安嘞。你要信无？尤其来咱的道场，注意迄逐渐的恁的发心，定所为咱台湾的人，金童玉女歌舞牌，逐渐的王母娘娘千秋圣诞才一遍哦。咱即阵来来道场，逐渐的人欢喜，咱鸟孙也欢喜。王母娘娘派金童玉女来这个所在，跳舞恁欢喜心带转去，安好安好。哦，尊贵对不对？嗯，弥勒诸佛笑哀哀，弥勒佛来到人世间，带天上不灵一佛祖来到咱这个道场的所在，发出一千年的发心，伊讲普度法尊，真正是不是法尊？是。要大道开放好。哦。要开转来去人天呢，金求尊吼。大家到处来，把这台发准，使得来一天好无？好、所以注意拢是咱祖师上好的贵宾，对无？嘛是咱副监事上好的贵宾，对不对？嘛是点满师上好的贵宾，对不对？嘛是注意监事上好的贵宾，好无？好。迎宾入来，请你们迎宾入来。Yeah.
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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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来接应迄个所在啦，对不对？所以讲，最近修都无简单嘞，十八官府的大行拢会响，对不？所以甲心泡开，最近嘞。